兰一出道至今，在戏剧和主持圈都有杰出表现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平常忙工作的他，还是经常会在网上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。而他的老婆也在2日平安生下第二个女儿，他也特别发出照片和大家分享喜悦，并透露刚出生的二宝头好壮壮，头毛茂密，而且大女儿一直看着他，似懂非懂的说好小哦，让他直呼生命就是这么奇妙，并笑说自己分配好了，姐姐叫王大姐，妹妹叫王小妹，很开心二女儿来到这个世界，也谢谢她成为家里的一份子。而贴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也纷纷在留言底下恭喜王传一晋升为二宝爸啦。Bye.